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Santia Melody。 那今天呢要做一个选天使要告诉你的事情，那你可以选择第一号、第二号跟第三号。如果是选到第二号或者是第三号的号码的话的朋友们，你可以在下方看到那个时间的 description。 好，那我们首先先开第一组的。那如果是你选到第一颗一张卡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 Farewell to the moon, appreciate and enjoy the lunar light and cycles。 那其实这张卡那个天使要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太过依赖别人，他是教你说要顺其自然，因为 this moon它是有个那个月亮是有一个cycles， 有一个圈，然后每一个圈就是走该走的哪一个点就走到哪一个点，所以天使要你有点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太依赖别人。然后很多事情可能是你的健康啊，你的可能你的日常生活，你就太过于叫别人去处理，比如说你的账单有没有去按时去缴费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天使要提醒你说，有些事情你可能该收回来自己做，就自己提醒自己要去照着去，反正该做的事情你应该要开始去学习，要现在你就是要自己去做这样子。好，那然后天使也是有告诉你说也是要多注关心你自己的健康，因为当月亮绕一圈的时候，它有一个能力，就是有一个 energy， 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天使也是在这个也是要提醒你说除了顺其自然，然后多记住你该做的事情，该缴的账单啊，该做就是不要一直拖拉啦，然后也是要注意你的健康。好， OK， 这个就是第一组的。那我是希望说这个可以 resonate with you。 OK， 然后第二组的卡，好，我们看到是 receptivity， allow yourself to receive and allow yourself to give。 OK， 那天使在这个卡是要你学习take and give， 你给你才有收。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好的，你现在最近想要渴望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渴望的是爱情，那你要懂得给别人爱，你才有收这个爱。然后如果是说你期待的是工作，那你要懂得就是先努力的工作，你才有这个收获。这个是就是人就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个道理这样子。那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段时间继续保持这个想法跟看法的话，相信你就会有这个好运，还有会有一个很好的爱情会来到你的人生。好， OK， 那我希望 I hope this resonate with you guys for the group number 2。 然后 for the group number 3， 第三组的话来看一下。这个是 sacrifice。 There are those worth making, there are those that will destroy you。 OK， 那这个的话是天使，因为他reverse， OK， 他是逃过来的。那
这个天使要告诉你说你有一个牺牲自己的一个可能是习惯，可能是你觉得说你付出了太过于就变成牺牲你自己，牺牲你时间，牺牲你的金钱等等，他就是叫你他告诉你说有一些朋友啊，你做的那个牺牲的一些事情 有的是会destroy you， 会伤害你，他并不是说你你就是要现在要改，就是要选择 你要wisely 的选择该哪一个事情你该做这个牺牲啊，或者是该不用做太付出也不是很好。第二组的人他就是叫你先要先付出你才要得到，可是你这个的话你就是太过于付出，变成你是牺牲你自己，牺牲你的时间朋友啊等等等等，那你要选择那你要付出什么，不要太变成你是牺牲自己。有些朋友啊不需要你牺牲了什么你才有办法跟他们融合，不是每一个人就是 fit in the box。 那如果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 energy 每一个人的 vibration 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觉得说跟这个朋友没有办法融就是他没有办法容纳你，那你就不应该牺牲你自己要塞在那个 box 里面。你可以开你的心房，然后去找跟适合你的一个圈，这样子。好，那就是今天就是到这里。那谢谢大家那如果是说你喜欢我这个觉得这个频道是给你resonate with you， 然后给你有很好的一个讯息跟 information 的话，不要忘记要subscribe and then 按赞然后分享。好，谢谢你。Thank you so much, love and namaste.